孩子不会变坏，那坏孩子为什么不能学音乐呢？你教那种孩子古典音乐。萧蔷暌违11年接演国片《越狱》，客串饰演最美典狱长，描述一群少年感花院的受刑人因为学习音乐改变人生。剧中演员现身夜市和粉丝零距离互动。等一下，我选一个人，我选一个人。那怎么选？太难选了，太难选了，太难选了。我们选远方的朋友，好不好？现场挤得水泄不通，粉丝纷纷拿起手机抢拍纪言凯、林哲熙与范少勋散打男主角陪逛夜市，不但玩游戏，还开放有奖征答。谁知道鬼哥在越狱里面的全名是什么？少勋，你来选。1、2、3。哪里没人举手？只有他举手。三楼。一来一往互动超热络，除了全台夜市跑透透外，还前进校园宣传。电影《越狱》上映短短3天，全台票房突破400万。为了宣传电影，还有这招。请问要看什么电影？重拳。几位？两位。帮你排 K 牌的一跟二。好。电影《纵邪》先前为了催票，主角夏雨乔和周承恩现身电影院，特别担任一日店长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无论是逛夜市还是担任店长宣传不变玩心梗，希望冲出票房。三立新闻葛思刚邱小倩台报道。